下面请您欣赏甜蜜爱情，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谢谢谢谢，哎呦，好家伙，给我的，给于老师的，给于老师来了，您帮我接过来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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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兄弟。嗯，哎，好家伙，还有你的啊，给郭老师的啊，给我这是给您的，给您那是给我的啊，谢谢谢谢啊。他这花怎么都脏了，是吧？这不是脏啊，这个刚才是高峰，哎呀，你住口，这大老爷们儿，哎，好好，这大点声，嗯嗯嗯，哎，你看你看人妇女们还有情可原啊，我看见你了，哎，又用你说，嗯，我早看出来了，嗯嗯，刚才是高峰高老师啊，高老师说得好，这个板儿当当当当当，这是功夫，一叫上劲可不容易，话筒都湿了，你看看，嗨，至于不至于，哎呦，这不必到那儿，这太没功夫了，这挺好啊，说相声就是嘴里得有劲，是非常的重要，嗯，于老师就行，我。于老师嘴有劲，我这有功夫。哼，他这个嘴有劲是分两种，嗯，一种是台上，哦，你看于老师在台上说话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嗯，尺寸劲头，一看就是从小下过功夫，练过。那会儿老先生在后台就夸于谦嘛，是吗？太好了，哦，他这个嘴上过大粪的，这什么乱七八糟？啊，什么叫上大粪呢？劲儿大呀，嗯，有这么说话的？其实台下于老师。也有嘴劲，怎么叫有嘴劲呢？我们这行说，哟，这人嘴有劲呐！啊，就说说话，能说吗？您要说什么呢？说话不能吃亏。哦，这叫嘴有劲。我亲眼得见啊！啊，有那个闲人走了于老跟前儿，嗯，你好，傻子。讨厌不讨厌？闲人到哪儿都有。啊，叫别人就打起来了，是啊，叮咣五四打起来了，嗯，这我们都傻了，就看于老师啊，看怎么回应。于老师你风度翩翩是吗？哎，又有文化又有素质，还不吃亏，嗯，说出来是，哎呀，人家你好傻子，嗯，于老师恶狠狠地看着对方，是吧？你好，哎，我认了，这是没吃亏吗？这个这吃到肚子里去了，这个好，佩服于老师啊，我这不必佩服了，真好，这我跟于老师我们这个在舞台上舞台下，咱实话实说，嗯，分不开这交情，哎，是搭档嘛，交情好。有几天看不见他，我真是想他，啊，一样，真的啊，我就哎呀，谦儿哥干嘛去了？嗯，啊，叫他来一块坐会儿，啊，见个面，交情，嗯。但是我是不敢上您家去，真的吗？嗨，嗯，怕人说闲话。哦，还真有这人。哎呀。现在有的时候我一上网，我哎呀，我都不敢看。嗯，有那个个别的自媒体说的话，我真不爱听。他们都说什么呀？就是尤其涉及到嫂夫人的时候，我啊，我接受不了，真的不能听。那是咱们之间纯洁的友谊，是玉洁冰清。哦，你要让他们嘴里说，我有了臊得，我不入耳。你看，你看，一看这个啊，郭德纲与谦嫂，嗯。疑似关系密切，哦，疑似不爱听疑似，合着我这些年白忙活了。哎，去忙活什么呀？疑似啊，嗯，啊，这个写的啊，这郭德纲跟谦嫂好像很般配，把我气的，就这一个，嗯，就这一张，我看了一天啊，喜欢看是吗？不是，你们怎么能这么写东西呢？啊，你们这样写东西，你们对得起于老师在天之灵吗？我死了。不是，你们不能，谦儿嫂那是多好的人呢，啊，现在弄得在后台要看见谦儿嫂扭头就跑，不敢见。你看你们净瞎说，弄得我不合适，一在后台我一看，哟嚯，于谦的媳妇来了，嗯，我赶紧躲，不见面。我一躲他喊我，你给我站住。哦，你上哪儿去？台上胡说八道，让人逮着话把了啊。嗯，你乐呵完了你管我们了吗？啊，嗯，哟，嫂子，对不起，对他们瞎说的，我没有。是，你下回改不改？改。嗯，这还差不多。嗯，这天可变了啊！啊，穿秋裤了吗？怎么？谁变了？嫂子，我穿了。
你少来这套，你准没穿。哦，穿了吗？不，你别动手，干嘛呀你们家？就说嫂子是一个很疼人的。是啊，你看有句老话吗？老嫂比母，小叔子是儿。啊，这倒是，这种关系在这儿不能胡思乱想，不像话。那肯定的，我在我心目中，你要说爱情俩字儿，先想就是谦儿哥谦儿嫂。哦，我们两口子。你们不了解谦儿哥呀？啊，谦儿哥在我们这个行业里外号叫情圣。我这模样情圣啊！哎呀啊，情圣啊！怎么情圣？十六七岁的时候，谦儿哥能说啊？您一直也没停啊？哎、要征求当事人啊！啊，你没关系。反正十七八岁，十六七差不多那会儿吧。是我印象中，我就崇拜他不行了。怎么呢？谦儿哥同时暗恋了三十多个女孩。就算这么个情商啊，那了得起吗？三十多个，别人暗恋一个两个，他暗恋三十来个，都是暗恋啊。后来我也跟他说，我说哥，你得下手啊。啊，他说我也是犹豫，你看这一堆照片，女孩照片，还都有照片，哪个行哪个不行、我帮你。你帮我干嘛？帮你分析啊，这堆啊。哦，哪行哪不行，对吧？这个这仨肯定不行。这仨为什么？这仨是男的。那就别费劲了，那就男的，我跟这费什么劲呢？大老爷们，你看这络腮胡子是吧？啊，这个也不行。这个呢？这是你舅妈呀。拿错了，可能是。这是高峰的姨。这也不行。哎呀，这个孙悦的姥姥。呵，啊，好，这不行，这个，这个太显老了。那能多老啊？这，哎呀，这姑娘简直就是个女老头。这什么模样啊？这得是。就不行，这胡子比我还重，这不行啊！哦，哎，你看这个了吗？气质、年龄、相貌，没有挑，都好。但是我告诉你，这个肯定是不成。这怎么不成啊？因为你拍这照片的时候，我在跟前儿。啊？这就是前些日子扫墓的时候，你拍的人家墓碑上那个。我看一死鬼，合着是。这个不行，啊，不行，挑吧，挑来挑去，挑到最后，有一个女孩，挑着一个，谦儿哥很爱。啊，我喜欢这个。这姑娘叫李逵。哦，姑娘叫李逵。这个葵花的葵。什么葵？她也是长胡子的那个。葵花的葵。哎，小名叫铁牛。还是李逵啊，这个。哎呦，可爱呀！啊，漂亮，气质也好啊。是吗？我就说，我你去说，你说了人家不同意，也就算拉倒，死心了。啊，你这老吊着难受。我跟人表白呀。对呀，谦哥去了。葵葵，还挺嫩。葵葵你好，姑娘回头看看他，是你这鸟人，还是李逵，还是李逵这口风啊？不是你啊，你怎么鸟人呢？你这鸟人啊，没有这话。那个，我想请你看个电影。好，爷爷不会去，还是长辈儿啊，自个儿看电影他不会。啊，我明天想请你吃个晚饭。哦，明天播，不愿意啊！明天播，今儿就知道了啊！咱们一起去散个步吧。好，散你个鸟步！爷爷一斧子劈了你！我这，要不我就撤得了。我还追什么人家？所以这个回来之后，我说你来看，最起码有这么一个过程，你也死心了。啊，那人不同意，要不老吊着心里难受。对，这说明他跟你就不是一路人。对，我再看看张飞的。这后来跟嫂夫人走到一块儿，你看俩人很般配，很完美。我媳妇儿的。哎呀，很好，我们两口子是不错呀。你们是不知道，谦儿哥跟谦儿嫂这个感情真的很童话。哎呦，还童话，一切都是由于谦儿哥的肠胃不好引起来的。这怎么那么传奇啊？你看谦儿哥爱吃凉的啊，是痛快。 打小爱吃冰棍儿。对，哦，我那会儿就说的，我说你吃这么些冰棍儿哪行呢？爱吃，胃坏了。我们小的时候，老太太推一车卖冰棍儿呢。对呀、啊、奶油的，什么巧克力的，小豆的。对，他还问人家奶奶有小豆的吗？有，孩子啊，红小豆的。是，不要，我要绿豆的。有，老太太纳闷，为什么呀？是红豆配相思，绿豆配王八。这是什么字？我来绿豆的。你瞧我挑这东西。老太太说，你尝尝红豆挺好。对了，给。他一张嘴，哐一下子啊，连老太太戒指都缩了下去了。好家伙，口太大了。我啊，
就爱吃两个，一气吃好些个啊，爱喝爱吃这个，还爱喝蝌蚪。啊，这传说那是大粮，得50岁往上的人，你想一想，嗯，天津、北京各处过去胡同口摆个摊弄一盆卖蝌蚪、嗯，对，拿小碗多少钱这一碗？嗯，拿过来就喝，是蝌蚪喝下去大粮，就是这么说啊。现在这不可能的事了，嗯，那会儿有这个，对，那叫偏方，爱喝这个，哎，好好喝，嗯，喝了一盆，端起来，蹲蹲蹲蹲，全喝了，喝完摇晃着脑袋，我找妈妈去了，嗨、啊，好嘛。我这是有点童话的，我这是，啊，这人真是特别可爱啊！啊，他这个肠胃跟他这个吃东西有关系，当然有关系。包括他有时候闹肚子，他都是因为这。是他爸剩的饭他吃，哦，他妈剩的他吃。你家这地位，他姐剩了他吃，哦，他弟弟剩他吃，全我吃。我那会儿就说，我说你们家没个狗吗？啊，就是。他也愣了啊，哦，狗剩了也我吃，好家伙！我吃习惯了是怎么着？我这我说你混蛋的啊，喂狗啊？对呀、啊，那我吃什么？哎，好嘛，我吃的狗食合着。你说，他就认为他这是节俭。我是啊，他这是节，他确实很节俭，是吗？他那个裤衩破的都一条一条的了，嗯，舍不得扔，干嘛？绑个棍儿擦地。好家伙，这得攒多少裤衩啊？啊，就是这么一个主。嗯，认识嫂子那天，就是因为他。去参加一个 party， 哦，还有个 party， 去参加一个 party， 哦，他的同学们搞了一个折罗趴，嗯，你先等会儿，我这没听明白，什么趴？折罗趴，折罗趴，大伙儿忆苦思甜，哦，同学们每人从家带一个剩菜啊。剩菜搁了一块叫折罗呀，对呀、啊，对吧？哎、啊，但是你说我炒一个菜端去不行。嗯，必须是全家人剩的那个啊，拿筷子扒拉完了，剩那菜底儿那个折罗，嗯、啊，全班40多同学每人带一个底儿，啊，但是于谦不用带，我为什么不用带呀、啊？你负责吃，就给我一人的，哎，折罗就折罗，就别趴了，哎、折罗趴、嗯、啊，定的是中午12点见面，那吃中午饭，上午10点半于老师还没有起床。哟，怎么那么晚 啊， 啊？老太太喊他起来吧。啊，太阳晒屁股了。你瞧瞧，谦儿赶紧起来，起来吧，屁股上抹点防晒霜啊。啊，真是晒呀、啊！好，我就那儿怕晒是吗？我又躺了一会儿。我起来好不好啊？11点起来，收拾好了，大家出去参加折罗趴。啊，对，吃折罗去了。哎，嗯、出来往外一溜达、嗯，走了没几步，突然间发现我们未来的嫂夫人了。哦，这就看见我媳妇儿了。哎呀，那女孩就站在那儿，那会儿你还不认识她呢。啊，这见第一面、哎。以后是嫂子，当时还不是，就站着。那会儿就算是个姑娘吧。啊，什么叫就算是姑娘啊？就是姑娘。就是个姑子，就是个姑子。啊、姑子什么？姑娘。是个姑娘，姑娘。你好好说话不会吧？在那儿站着，哎呀，啊、漂亮。嗯，柳叶眉，杏核眼，樱桃小口一点点，嗯、杨柳细腰，赛笔管，说话燕语莺声，手持两把大斧。哎，还是李逵呀、啊？这个离不开李逵了。我没有没有这个啊啊！于老就愣住了，嗯、这么愣啊？啊，这个两个人之间这种感情，这个电流啊，嘡，过了电了。这一过电，嗯，肚子就拧了一下。我垫着肚子了，你想想，好家伙，天天吃剩菜，啊，嗦了冰棍啊，是喝蛤蟆秧子啊，这一激动，嗯，那是不激动也得闹了，愣住了，再回家上厕所来不及，那是别处上厕所又没有，是强作镇静，不让人看着，这甭镇定了，已经走不动道了，这就看出来于老师这个身份了。怎么？哎，《史记》上有句话啊、胸有积雷而面如平湖者，可拜上将军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喜怒不形于色。哦，不让人看着，这都不行了啊！但是还往前蹭。哎，哦，这女孩就愣了。是，人站那儿，你这样到跟前儿，嗯，姑娘你好，嗯嗯。相逢既是有缘，还拽呢。虽然素昧平生，但是能在这么一个奇妙的场合见着，嗯、岂不是苍天赐给我的机会？呵，姑娘，嗯，人有三急，嗯，
茅房急，厕所急，洗手间急，都急到一块儿去了。遇见你，老天爷对我的恩赐是。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，您说能不能借您家的洗手间我拉个稀呀、啊？哎，好嘛，前面都白费劲了。姑娘乐了，是说相声的于谦，你瞧看出来了，我听过你的演出，特别好。是 是啊。有方便跟您留个电话吗？完事再说吧。啊，谦哥乐了。13701，不行了啊，赶紧吧。俩人互相换个电话。嗯，姑娘说：“我家就住这儿。”哦，您要不嫌弃，您到这儿来方便一下吧。不嫌弃啊。嗯，跟着姑娘走到人家、嗯、啊，姑娘开开那个洗手间的门。是，干嘛？哎呦，坏了，声控的灯坏了。还声控？对不起，于老师，没有灯。不要紧，都有手机啊。哎，对。于老师打个手机，那光照着、嗯，把门关好，进去是坐在马桶上，是好家伙，哎呦，就这一声啊，灯就亮了。哎呀，哎呀，我把声控给治好了，嗯、好家伙，哎，就顶得上这个啊，好家伙，哎，2米来长一大水晶灯。好家伙，400多个灯泡啊，特别亮，照着于老师，啊，于老师在这坐着，没拉过这么亮的屎。有电了就能端详端详这个洗手间，哎，看看什么布置吧。这个厕所呀，嗯、四面玻璃墙，厕所弄四面玻璃墙。透明的厕所，盖上是一个大灯，底下是一个马桶。哎呦，就看着姑娘坐在墙外边看着你。这姑娘可能是拿这卖票呢吧？她姑娘拿手机，于、啊、老师认识您很高兴。啊，跟我聊天。谦哥也回一个、啊、幸会，谢谢你的厕所。是，我喜欢看您的相声。嗯、啊。有时间请你看现场，不用，现在就进来聊得了。干嘛隔着玻璃还在这儿聊啊？打厕所出来，于老师有点尴尬。嗯，真的不好意思啊。别客气了。姑娘说：“这个没事，我也很荣幸。”是吗？头一回看沉浸式的拉屎。哎，对。你看，就是这么一个偶然的契机。哦。两个人认识，并且就走到一起来了。你看看，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是前生造定，是莫错过姻缘。好话，多好，俩人啊，嗯，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。是这种爱情，说实在是谁也打不破的，不容易。真的啊，嗯、他也疼媳妇儿，媳妇儿也疼他。嗯，那是我们患难的。那、啊、你知道嫂子疼他疼的，哎呀，我得给于谦做点什么呀？啊、哦，于谦喜欢什么？哎呦，哦，于谦喜欢吃凉粉儿。嗯嗯，我要给于谦做凉粉儿。嚯！买那豌豆粉，嗯，拿水卸开了，是，然后那个锅做热水，啊、嗯，再把这倒里边再和上完了，嗯，这东西凝固之后不就能切好了，搁黄瓜丝儿，搁什么了？就是凉粉吗？弄完之后，哟，不凝固，哟，嫂子眼泪下来了，啊，我是个废物，对不起于谦，我弄这一锅不凝固，没做好，倒到马桶里边了，嗯，扔了，再做一锅，嗯，还是不凝固，嗯。又到了，又来一锅，还、嗯、是、哎、不灵固。嗯，泼了马桶，坐着哇哇哭啊，难受、啊。我不要活了。哎呀，我对不起于谦，我对不起我老公，我对不起他。不至于，谦儿给我打电话。嗯，这你嫂子哭得不行了。是，这个这弄点豌豆粉，他给我做凉粉，也不怎么你红不好了啊。我说我去吧，我去吧。啊，我来了。我说怎么了，嫂子？啊？不是我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谦哥，我给他做凉粉都做不好，我太废了。还没事儿，嗯，怎么那凉粉呢？我泼那马桶了，嗯，我赶紧看看去吧，嗯，这不凝固了吗？跟那儿凝固了，管什么呀？谦问我怎么办？拿个盆来，啊，来盆吧，小米辣，啊、嗯，葱末、黄瓜丝儿、醋、盐、糖。香油，佐料这么全管什么用啊？调匀了啊，倒到马桶里边，啊，把勺递给于老师，看你的了。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了，我也不能这么吃啊。那错不了啊，真吃啊？吃吧，你看吃完了，嫂子也乐了啊。好，
我还想给你做凉粉儿、哎，我就不想吃了。谦儿说明天吧，今儿一天吃不了这么些个啊。对，我走了，他两口子，郭德纲是好人。哎呦，我们俩怎么想的？你这玩意儿，你说要没有德纲，咱俩今天这个架得吵起来，嗯，我得多难受啊。嗯，于谦儿，我命令你、嗯，无论到哪儿去，你要照顾德纲。哦，让我照顾你。哎，各位，这句话。真是我就感动的都不行了，那我们应该这样。谦儿哥也是说到做到啊，尤其出门演出，谦儿哥对我的关照无微不至，应该的。演完了后台一换衣裳，嗯，回酒店啊，于谦儿先奔我那屋，哦，脱下来那衣裳给我，我给你洗去。啊，咱怎么忍心？就是比我大，给我洗衣裳不行。啊，所以我一进门我就是什么，甭管背心乱七八糟的，哎，就是前台洗衣裳您拿走洗去。哦，哎。他有的时候保不齐，比如袜子落下了、啊，他可得意了。这袜子我给你洗。是，我说不行，哥哥，好家伙，您比我大，您得伺候我呢，不像话了。哦哦哦，就抢我这袜子，还抢？我你给我，咵、嗯，他就塞嘴里了。我把袜子塞嘴里了。你说，哎呀，哥哥呀，我说什么呀？啊，对不对？洗袜子，洗袜子，洗裤衩啊，洗裤衩哎呀，抢跟抢。再后来，我说我得藏起来，我一藏起来，他找前台。找前台、啊、找服务员开开郭德纲那门、啊、我得看看他的袜子裤衩在哪儿了，我找咋咋咋呀，高兴回去就洗，洗完了、啊、运好了弄凭证给我送回来。你看我这是怎么玩说的，你看这吗 啊就疼人。当然有的时候比如拿走三条裤衩，洗完之后他忘了啊，哎，送回来两条，哦，有一条他没送回来，忘了他拿家去了，对吧、啊、拿家，要的时候他把看错了，这我的他穿上了、嗯，弄回家了，嗯，到家一换衣裳，他媳妇儿乐了，嗯，你怎么穿郭德纲裤衩啊？哎，哎，去你的！后来啊，这个、嗯、就行，没后来了，这事儿还有什么后来呀、啊？一说一乐，哎。这个很多事情你们不要以为这都是真的啊，那就玩笑，这都是啊，好多都是比如说生活中有60%是真的，我把没有那么多，没有那么多，全是编的啊，真也罢假也罢啊，说说自己人，开个玩笑，听相声来您大伙儿一开心比什么都强。是为什么说观众啊是演员的衣食父母呢？嗯，指着您这钱养家糊口呢。对啊，您给我饭吃我给您快乐就很好了，嗯，对吧？你说听个相声你还老憋着坏人，那就没有意思了啊。今儿来这儿演出的各位呢您都认识，包括高峰在后台，我刚才看他我就有点感慨。怎么又感慨了呢？老高也看着见老，是啊，老高当时来的时候那呦那跟小灵狗似的那个样，这什么词儿啊？这现在一晃他们都那样了 啊不是小灵狗啊，老高，嗯、啊、老高来来，嘿，来了，来，我就是小林狗，这俩人是我的仇人。怎么仇人呢？说相声打小一块长大的，对，打小他俩人就好，关系不错，他俩好的不能再好了，都是好朋友，真的。但是他俩好就那会儿打小排挤我，谁说的？能排挤人？你看，你看，你都忘了，他们小时候有一回我印象很深，就吃泡泡糖的时候没把我气死，就嚼的那个。现在说吃个口香糖，吃个什么啊？我们小时候那叫泡泡糖，能吹泡。能吹泡，这么小块长方，大大粉不筋儿的吧？没错，嚼了嘴里，就吹泡。啊，是啊，也不怎么个没法。现在也有啊。那会儿我记得是谦儿拿来，拿两块。嗯，哎，我纳闷啊，给我一块不给。你瞧，啊，自个儿嚼。是给高峰一块，我们分他。高峰，俩我在那看着。嗯，孩子多可怜呢啊，也想吃，看俩不给，没有了。谦儿高兴，这个能吹泡。是，哎，俺咽了啊！哟，这怎么办呢？啊，就是啊，高峰吓坏了，这个咽了会死人的呀，那不能咽呢啊！你不能这么早就死，嗯啊！我跟你是好朋友，对，我陪着你。哎呦，这好，我这是自杀，我这是。他也咽了，哎呀，我一看那没有意思，一会儿俩人都死这儿我怎么办哈、啊、就是啊，我说我先走了，明天参加你们的葬礼。哎，多狠的心呢。我回家了，嗯，这哥俩一人弄一小板凳，呵，坐在这儿
等死呢，我们就是等死呗，啊，对，等着呗。那玩意儿等着等着，于谦就困了。哦，哎，嗯，高峰眼泪都下来了，你不能睡着啊，是你睡着你就死了。哎呦，真是，哦，那怎么办呢？咱俩对着抽嘴巴啊啊，啪哈哈，啪哈，有这么提神的吗？俩人打了一宿，好，倒是没困。哎呦，把我给委屈的呀！哎呦，你还委屈啊？俩人天天害我，嗯，要不然一见着我，七加六等于多少？哦，出道题，七加六等于十三，乘以36924多少？啊？那我哪算得上来呀？就是，嗯，不知道，罚你，这怎么罚？喝凉水，哦，就这俩缺德了。咱家喝汤那碗啊，喝一大碗凉白开，喝吧。我这儿蹲蹲蹲蹲蹲喝，灌大肚。俩人又出，好，就类似这个题，连出十道。哎呀，我喝得够一桶水。好家伙，俩人乐，高兴，出去玩去喽。哼，我这好一肚子水，一走道咣啷咣啷啊，啊，在后边还跟着人家，傻呵呵的。这俩人上院里，高兴高兴，我就在这看着。嗯，冬天呢，北方冬天多冷。就是，这俩人站大铁门那儿。谦儿，你敢舔铁门吗？哎啊！谦儿说：“这个有什么？你看我的，一伸舌子，哎，怎么样？粘上？粘上？那又不粘上了？哎哎，粘上了，这还不信呢？嗯，不能吧？我也试试，哎，也粘上了。俩小孩都粘那儿了，那都粘一个还试试？我吓坏了。嗯，怎么了？怎么俩？你们俩怎么了？就是，快快快，救我们俩！话都说不利索了，赶紧救他们！我赶紧拿个盆吧，奔自来水那儿。嗯。”我们街坊有一个姚大爷，别提姚大爷了，行吗？这又来了，有一大爷，你干嘛去？嗯，我他俩舌头沾铁门，我打点凉水泼一下，混蛋呢！嗯，泼凉水那玩意儿哪救得了他们俩？怎么得用温水？哦，这有道理，温水啊！说您这捂肚子是什么意思？后来我救了他们两个人，好嘛。我就说我们家有一玻璃厕所，要不你那儿得了。我说的一说话还犯味儿。哎呀，小的时候我经常委屈啊。哎呀，您甭提那委屈了。好家伙，所以现如今一回头啊，嗯，都这个岁数了，真不少年啊。这个高峰相声说得好，哎呦，您夸奖他师父是我们的一个老前辈。对，他师父这个是一个相声爱好者。哎啊，这哎，老前辈爱好者。爱好好多年了吧？艺术家，相声艺术家范山玉先生。山玉啊，这名儿像艺术家吗？卖什么？范振玉先生。范振玉先生啊，哎，啊，然后也去世了。哎，去世不少年了啊。对呀，啊，但是呢，留下了您这条后根。嗯，后根，啊，后根，这叫什么？难受呢。徒弟，留下您这个徒弟，我觉得继承他人家的遗志，这是应该的，非常的好啊。嗯，看见后台演员们都长起来了，我跟谦儿哥是很欣慰的。是，这一晃啊，把他们都叫上，咱们聊会儿吧，好吗？哎，太好了。好，嗯，哎，来，我们来依次的得介绍一下啊。嗯，来，都出来吧。嗯，都出来。打这边开始啊，头一位。我们的总教习高峰高老板，旁边这是我的爱徒啊，栾云平啊，谢谢大家。这是我徒弟郭霄汉，嗯，我徒弟尚九锡，嗯，我徒弟高九成，嗯，张狗南，主持人是我师弟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少侯爷侯震。到这个环节一般都是表演个小节目了啊，你们想看谁的呀？九成啊，来九成，高九成快来。那我喜欢你的观众哈，谢谢。给大伙演个什么呀？嗯，唱一个吧。好啊，唱一什么？唱一个竹板书吧。好，来吧，竹板书。山前没路，山后狼，狼路结拜在山岗，狼有难来路搭救，路有难来这个狼躲藏，建设乌鸦腾空起，箭头落着在这狼身上，路去寻找灵芝草，找来了不要它治狼伤，
狼养三天病治好，回头就把这个鲁来伤。君子好比梅花鹿，小人就是这个白眼狼。劝君交友须谨慎，狼心狗肺他不久长。好，好，这是今天晚上高九成唱的第二遍这个竹板书了，因为在后台刚才给我唱了一遍啊。师傅这儿对某的对很好，唱去吧啊，不错，好极了。嗯、对，来郭晓汉来，快来，嗯。每个人都不可避免要表演一个节目哈，你来个什么？我没什么别的才艺。好，回去吧。哎呀，不像话啊！来，唱两句流行歌吧。可以啊，流行歌我们就，啊，他们都不会，你来一个。哎，那个也是一个老歌啊，学一些个味儿啊。不要谈什么分离，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哭泣。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梦而已。谢谢。这歌好不年轻了啊。哎，挺有味儿。那是啊。嗯嗯、那谁快来，那个九七来。九七是我们这儿很有特点的一个孩子。他画画吧，没事，没事，说完了。好，我说完了。啊，二人转交换生啊。他会各国的外国话啊。二人转还会画画啊。能力不错，嗯，来吧，唱二人转啊，唱二人转啊。正月里是里儿啊，正月里初三四儿啊，社里边放连假，咱们两个去闯门儿啊，转回身来叫了一声他呀，张永南，该你了。互动性很强啊，来，张永南，快来，哎，快来，那个，哎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嗯。先祝师傅跟大爷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哎呦呦，好家伙！啊，行了，就算表演完了吧，好吧。我觉得他们都唱，我唱的不太好。你还唱多不好啊？哎，我这最近练了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小返场。我的天哪！给大伙展示一下啊！哎，那个，开吧，嗯，玩儿吧。声情并茂啊！声情并茂啊！要再来一支吗？啊，张俊南回来打狗队的来了啊，就准备的这个哈。哦，那个高露安还有节目要表演吗？没有什么，刚演完。啊，我都没听明白，怎么还有喊冤的那儿啊？谁？袁平啊。哎呦，谢谢大家吧。这个既然有一个人、俩人喊我，那真是。首先祝大家这个百年好合，生日快乐！不是集体婚礼，明明不是。这个父亲节快乐，好不好？哎，好。这个、我给大家开个会吧，好不好？我用你啊。大家拿起手机来，什么抖音呢、快手、小红书，到时候你就随便发去啊。7月8号，郭老师在苏州；7月15号，郭老师在深圳；7月22号，郭老师在大连。我用你。7月29号，郭老师在武汉；8月12号，郭老师在青岛。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啊！哎，节目很独特，很独特啊啊！行嘞，往前站着吧，各位，来来来啊！我们大伙儿一块儿唱几句《大西厢》啊，嗯。次日清晨。辞别老高命啊！普救寺僧人都来送行啊！办案人等我上了伯龙马呀！一心赶考够本东。京啊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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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走过三里桃花店呐！哎哎哎哎哎哎哎呀！越过五里杏花营啊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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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桃花店前出美酒啊！幸
杏花坡前女儿花容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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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花美酒美留也留不住啊，哎哎哎哎哎哎哎呀，一寻赶考狗奔东京啊，愿诸位阖家欢乐，福寿康宁啊！今晚的演出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。谢谢，谢谢各位朋友们，对我们的鼓励和支持。是，北京德云社是一个年轻的相声团体，是，到今天才刚刚十年的光景，嗯，我们很年轻，都是学生，哎，来到天津演出，既高兴又忐忑。对，高兴的是有这么一个机会向家乡父老汇报，嗯，忐忑的是咱们这儿能人太多，对，老百姓们都懂相声。都是内行啊，但是我们心态很好。嗯，我们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来的，向您汇报。在座的各位，我们拿您是当朋友。对，不管您什么身份，嗯，你别小瞧这几千人，是藏龙卧虎。哎，有高人呢。你知道哪位大企业的领导啊？保不齐的啊，哪个单位的负责人？很有可能啊，成了名的侠客。得了道的剑仙，嗯，少林寺的和尚，哦，武当山的老道，嗯，化完妆的冰川天女，是啊，啊，你知道哪位是非洲的酋长，美国的娘娘啊？嗯，全听相声都没准儿，你知道？什么没准儿？那人不来。所以说，您坐在这儿，我们拿您一视同仁。对。不管您多高的身份，也不管您多低的身份，嗯，往这儿一坐，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。是，您跟我们是朋友的交情，平等的关系。人生在世，可以没有亲戚，但是不能没有朋友。这话对呀，多个朋友多条路，多个冤家多堵墙。是这样啊，过去来说，讲究说拜把兄弟，干哥们儿啊，俩人本来不是哥们儿，嗯，一个头磕在地上。嗯，干哥们儿，对了，兄弟了，好的跟一个人似的。哎，我们后台有个演员叫徐德亮，哦，亮子，大伙儿有人知道他，嗯，网上听过他的相声，是因为这人呢，这儿打了一个耳钉，对，这儿有一个外号叫耳钉徐，对，很多朋友知道，嗯，他最近就跟人家拜了把兄弟了，哦，认了一门，因为以前没有这个，嗯，好长时间没有拜把兄弟，是金兰结义嘛，对。为什么要有人拜把兄弟呢？嗯，举个例子来说啊，嗯，拿于谦来说吧。您拿我举例子。于谦的父亲是赵老爷子。对啊，不是你先等啊，我姓于，我父亲也得姓于。那个哪个呀？啊，一个人就一个嘛。他们老爷子，比如说有一天找我来了，嗯，大侄子，大侄子来，咱爷俩探讨一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有一个问题在我心里边。撞了二十多年了，哦，那么长时间，你帮我解释一下，什么问题？我说您说吧，爷们儿，嗯，啊，说远瞧灯笼大，近瞧大灯笼，走近留神看灯笼进窟窿，哦，这是什么科学道理？我说这是破灯笼啊，嘿，你爸爸一听，呵，啊，哎呀，困扰我一生的问题解决了，哎呀，我爸让这破灯笼绕的一辈子啊，无以为报，嗯，啊，德刚。咱们拜个把兄弟吧，啊，这就跟你磕头了，就说这种关系，这种特殊情况下会有这种现象，没有特殊情况，徐德亮拜把兄弟跟这个没关系，是吗？啊，昨天他后台跟我说呢，我跟您说，
我跟李菁拜了把兄弟了。哦，他们哥俩。李菁啊，就是刚才捧哏这大眼儿。对对对，我跟他拜把兄弟。好啊。他是我的大哥。哦。我说你干嘛拜他当大哥呢？是。你知道我那嫂子多尊吗？啊。嘿。这，心怀不轨。您各位得留神。嗯。逢这样的躲他远点。是的。交朋友嘛。宁学桃园三结义，不学瓦岗一炉香。这话怎么讲？桃园三结义、嗯、刘关张弟兄三人，一个头磕在地上，跟亲哥们是一样的，这是榜样。磕完头站起身来，哥仨保着唐僧西天取经。哎嗨、哎，不对了，不对，《红楼梦》有这个故事？哪儿啊？您这书都看搅和一块了，知道吗？没有吗？没有，那是三国。宁学桃园三结义，不学瓦岗一炉香。隋唐啊，对，瓦岗四十六友，贾、嗯、家楼一个头磕在地上，咱们是哥们儿了。哦，到后来为了各自的利益，拔了香头子。嗨、哎，这份情谊没有了，瓦解了，留下千古的话啊。嗯、哎，宁学桃园三结义、嗯，不学瓦岗一炉香，是这么个讲。真正交朋友有很多的说法。还有说法吗？有这么几句古话说得好。怎么说？一跪一见交情乃现，一死一生乃见交情。嗯，穿房过屋妻子不避，得有这托妻献子的交情。还这么一套一套的啊，学问太大了。今天在这儿啊，咱们开一个交朋友的现场传授的会议、啊、您给我们讲一讲。大家要知道知道什么朋友能交，什么朋友不能交。那您说一说，要如浅入深。行，首先说往小处说、啊、日常生活中交朋友您要长住了眼。哦，要看准了人。有这么几路人不能交。您说。第一，打车抢着坐后头的不能交。嗯、啊、这我没明白啊。啊，想着坐后头怎么了？你想这道理啊，车来了，有坐前边的，有坐后边的啊。可有一样，坐前边的一般都得花钱。哦，给钱方便。十块二十块的不值当的。是是啊，人家司机也没有说非得让后边人掏钱。人家干嘛呀？说前面这儿有了就得了。嗯，所以抢了坐后边的，心脏。哦，有的人当然了，他有时候也坐前边，是他也坐，他不能总坐后头、哦、也坐前头，也坐前边。嗯，一到地儿了，表上写十块钱，拿钱吧。他掏出一张五十的美金来。嚯、嗯、是吧。嗯，找钱找钱、哎、这找不了。嗯，后边递过来了，哎，我这有十块钱，得了，用这个吧。有人给了他，拿这个方法。嗯，可也不是很灵。是吗？到地儿掏出五十块钱美金，哎，你看这个，这找不开，后边的吧。哎，后边，后边掏出一百的美金，好嘛，俩鸡贼碰一块儿了吗？这不是，俩坏蛋打一个车，这是、哎、好嘛。您记住了，还有这个上洗浴中心啊，洗完澡穿衣裳慢的人不能交。这又听着新鲜啊。你想这道理吧。为什么呢？哥儿几个不厕所，咱们洗个澡去吧。还洗去吧。一进门脱衣服，拿手牌上里边洗吧、嗯、有这什么都要啊。对啊，你说这刮痧呀、拔罐子、搓澡啊，嗯、哎、什么小食品啊、青萝卜、水果、果盘，没有要不到的东西啊，全来都要，什么都要。嗯，都齐了，赶等走的时候他穿衣裳就慢。慢，人家都穿好了、哦、站着等着他。嗯，他一只袜子穿七回。好嘛，穿完了，哎，错了，这是右脚的、啊、嗨，袜子还分左右脚啊。这穿好衣裳跟澡堂子里边可站不住。那可不，一脑袋白毛汗，热呀。你快点，我们上外头等你去了。嗯，人家走到那儿把手牌一交、哦、在柜台这儿把钱就结了。先出去的吗？都是先出去的结账。哦，没有后出去结账。不行吗？十个人洗澡出了九个、嗯、啊，结账吧，后边那节。哦，后边。后边哪个节、啊、后边光屁股那节。啊，嗨，回来吧，后边一百多光屁股的了。对了，里边有几个穿衣服的呀。所以说洗澡穿衣裳慢，别教他。哦，这也不行。还有一个，哪个？出去吃饭快结账了上厕所，这不能教他。这为什么呢？你想啊，这吃差不多汤也完了，他也漱完口剔完牙了，一看人家服务员要拿账单过来、哦、他站起来奔厕所蹲着去了。哦，啊，等差不多再回来一瞧，哎，怎么你们怎么又结了？废话吗？废话吗？你跟那儿不都结完了吗？你啊，这接手啊。这个办法
一个人还可以。哦，一块儿这四位都这样就不灵了。是吗？都吃完饭，哥四个都奔厕所了。嗯，一会儿服务员进来了，顿这四位哪位结账？好嘛，追到这儿来了，是不是？这孩儿都不灵。是这样。这是简单的道理。嗯、哦，往大处说就深了。嗯，头一个，一跪一见，交情乃见。这怎么讲啊？哎，这个一句两句可是不好说，您也得解释。打一个比方吧，嗯嗯，就说我，哦，您就说我是不是今天说相声的郭德纲了？那您什么身份？家境很窘迫的一个人，穷，父母年迈，哦，身体不好，嗯，媳妇儿长期有病，哎，又下岗了，嗯，孩子上学交不起念书的钱，哦，老少七口人住一间三平米的房子。好嘛，这被子都抻不开呀、啊！站着睡觉是 啊，家里边什么都没有哦，就剩四个煤球哦，舍不得点，没法烧。孩子哭，大人闹，数、嗯、九隆冬，屋里边跟冰柜似的。哎呀，太我有心死去。嗯，上有老，下有小，得养活，怎么办呢？嗯。硬着头皮我得出去做买卖，还做生意。数九隆冬啊，嗯，我穿着一件棉袄，哦，英名是棉袄，是浑身上下三两棉花啊，光着腿没裤子，嗯，穿着拖鞋，光着脑袋没帽子，哎呀，背着一个书包，哦，里边有两张82年的晚报啊，推开门往街上一走，嗯，北风呼啸，雨里边夹着雪，哎，几片树叶掉下来刮在脸上跟小刀子似的。您瞧瞧，走在马路上下午5点半，嗯，万家灯火车水马龙，嗯，天下之大哪里是我存身之所，那么惨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也不得，嗯嗯，偌大的天下就没有我立锥之地吗？太惨了，我也得活着呀。是啊，顶着风冒着雪往前走，这叫步履蹒跚呢。嗯，把手里这两张报纸拿出来干嘛呀？看报啊。啊，82年的晚报还卖啊？四人帮倒台了。哎呀，嗨，这是新闻吗？看看新闻吧。嗯，死的心都有。那可不是，往前走，有打对过，你来了。哦，我过来了。你可不是今天说相声的于谦。那我是什么身份？跨国的一个大老板，有钱，大买卖这儿。好，开着一辆13开门凯迪拉克。我开一火车过来的，德国的机器啊。是啊，那个方向盘我们看着都眼晕。嗯，咱们的方向盘是圆的。对呀、啊，您这方向盘是横的。哦，两边拐下弯来，嗯，纯银打造，嚯，两边是有两个胶皮套，嗯，一开起来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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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狗骑兔子呀！我开这么一过来的，没有好车呀？是吗？好车呀！啊，前面走，后边排气管子都是黑烟呐！啊，办了天津卫都看不见人了，好嘛！交警指着你那车直喊：“嗯，孙长老收了神通吧？”好嘛，拿我当妖精了是吗？过猪八戒呢这儿。好，车一停，你看见我了。啊，有打窗户瞧见我，你认识我呀？啊，咱们是小时候的同学，他叫发小。门一开，你打里边出来，哦，往这儿一站，金光护体，珠光宝气，怎么那么这样？浑身上下这套西装没40万下不来，那么贵的，腰里这腰带，嗯，就这卡子就得15万，糟钱，镶着红宝石，镶着钻石。哎呀，往脸上一瞧，红光满面，是是是，一嘴的大金牙，镶牙，哎呦，把牙都掰了，镶金子的，这不糟吗？那个牙太大了，嗯，掰下来画上腰肌，扔牌堆里，就他个大。好，打麻将呢，这是吧？啊，往这儿一站，嗯，你还认识我吗？问你，人家说话有底气，那是啊，有钱他横，腰里头硬，你还认识我吗？嗯，我可傻了。哎，您说话呀、啊？我知道是小时候同学啊，你敢说话吗？
怎么不敢说话？贫富悬殊差异太大了，有差距。一个在天上，一个在泥里头啊。嗯 嗯, 嗯。我站在这儿傻了。哦。我不敢说话。嗯。你拿手一指我。是。父亲。你先等一会儿。不，哼，什么呀？父亲，你不认识我？我是不认识了。啊！我叫父亲，像话吗？小的时候一块玩过家家啊，我那会儿老兴哦，你净演大少爷，嗯、啊，我演你爸爸，嘿，你为了糟践我，管我叫父亲，哎，我就这么糟践人是吗？狠毒啊，这叫知道吗？这还狠毒呢？我知道是你，我说你是你怎么了啊，父亲啊？嗯、啊，行，别父亲啊，就是说事儿吧。我是于谦呐、啊，对，谦儿啊。你挺好的，难为你还认识我，是，挺忙的是吧？啊，哎，你别这样啊！啊，你这样弄得我心里挺难受。哦，怎么了，老同学？你怎么落成这样了？是，说话呀，你说话呀，说呀，父亲，别叫，我不说话吗？我不说话，不说话我就喊父亲呢。啊，骂我吗？一骂就说话了呗，我拿爸爸骂人是吗？啊，有钱的人你真猜不透的，你知道吗？没有什么可猜不透的、嗯、这不能这么叫知道吗？我把我这经过一说啊，现如今家里情况如何如何、哦、这儿一说完你受不了了。是啊。哎，傻小子呀，你别管了啊，一伸手掏出支票本来。嚯，什么人带支票本啊？啊，得有钱的人呢、啊、一伸手大裤兜子里掏出一杆笔来。是纯金打造。哎呀，这笔尖得有二两多哟，这杆笔扔着卖三十来万、哎、要给我开支票。你写吧，这钱花的都冤。啊，圆珠笔。哎，二怎么写、哎、啊，拿我当文盲了？屁股后边来过戳来，嗯，烫唰撕下来200万，那么些钱拿走。哦，接到手里边我傻了。哎呦，这是真的吗？嗯 嗯啊，刚才我还在18层地狱呢。是啊，现如今我手里拿着200万呢，有钱了。这是做梦吧、哦、我不敢相信呢。是不信。我一伸手砰，干嘛呀？我把你的手拿过来，嗯，放在我嘴里、嗯、这是真的。哎，您咬我手看真假呀？你很欣慰。是啊，是真的就好嘛。哎哎，对、啊、是真就好。哎，行别晃悠了。就我拿这笔钱回家、嗯、连老带小我活过来了。是我念谁的好？念谁？我念你的好。对，我少一手指头嘛、啊嗯，你提那个有意思吗？哎，对，您说这有意思是吧？你喊了半天我了，我都没翻车，你知道吗？对了，你喊我爸爸，我也不翻车啊！一跪一见，交情乃见。那么一死一生乃见交情，这还得打个比方哦。又举例子，一死一生乃见交情。嗯，哎，还得说说咱们吧。哎，就咱们哥俩。你啊，好好好，你不是今天37岁的于谦了、啊、那我这回18岁的大小伙子，小孩儿，哼，大高个儿、嗯、壮、哦、扇子面身材，是小伙子帅漂亮啊。嗯，上一天班呢、嗯、下午5点下班、哦、回家洗澡吃口东西、嗯、换换衣服，哎，穿一身白，哦，漂亮啊，精神啊，年轻嘛，嗯，哎，白色的西裤，哦，白皮鞋，嘿，白衬衣。哦，还衬衣都是白的。白衬衣，大尖领子。哦，这是学的人家香港人，都实行尖领子、啊、这俩大尖领子，对，尖领子这样都到胯这儿了。嚯、哦、出去上大街，嗯，帅呀，这还好看，喷了3瓶香水。哎呦，大鼻子一闻跟偷吃羊屎似的，什么味儿啊？这是上街搞对象去。搞对象啊？嗯，呵，对象谁了？打对过来一姑娘。哦，哎呦，这尊呐，好看，身材相貌、啊、头发模样都好看。哦哦哦，你看上了，喜欢了，大姐啊，搭个伴儿吧。什么词儿啊？我挺耐你的。啊啊啊！姑娘看看你啊，你臭不要脸的啊！
老太太呀、啊。嗯，拢了拢这四根头发。嗯、哎呀，这就四根头发呀、啊？啊，头发不是很多啊。嗯，讨厌，哦，臭流氓。嘿，后边追你吧，追着你跑啊。嗯，哎呀，跑，嗯、跑。跑大马路上去，哦，把人家甩了，是蹲在马路当中，嗯，哎，哎，可歇会儿，哎，没有好人走的道儿，嗯，哎，打后边来一辆救火的车，救火车，消防队的车，嗯，开的这快，哦，啪，日就过去了，过去了，把你脑袋带走了，哎，脑袋没了，你没理会，大大咧咧，我，哎呀，哎呀。哎，我这还不理会呢，我，哎，啊，看不见了啊，哦，一摸是大尖领子这空了，啊、哦，当时就明白了，啊、哦，脑袋没了，我拿什么想的呀，我这是啊，这玩意儿是啊，高科技呀，这玩意儿什么高科技呀，这是，啊，我怎么办呢？啊啊，哎，想出一主意，哦，我死了吧？啊，啪，哎。趴那儿就死了，这是我想出的主意。这死那儿，刚死那儿，哦、后边这个压道的车就来了啊！嗯，把你身上压过去了。哎呀，司机一看，嗯，哎，这道错了。哦，嗯，哎，还回来了。哎，没错，哎，嗯，还是错了。嗯，咱弄清楚了再走好不好啊？压了一个多小时吧。嚯！就为压我来的，这是倍儿平整啊，啊，特别平整啊，嗯、啊，人车也走了，就剩你跟这儿了，嗯、啊，一身白，大尖领子跟地上趴着、哦，没脑袋，外地车来都纳闷儿，嗯，不让右拐直行，嘿，压出一交通标志来啊，简短接说吧，啊，三年过去了啊，那么长时间，拉豁了都拉豁了吗？嗯、啊、嗯，没人当回事儿。三年之后，哦，这天呢，郊区啊，那个农民赶上大车进城送菜，哦，马车停在这个白箭头这儿了。哎，别提这白箭头啊，别说这白箭头，马车呀，放水，哦、马车还放水，马放水，马，您就说马撒尿就行了，给你泡起来了，我拿马尿泡起来的，福尔马林嘛，什么福尔马林呢？我记得跟您有什么仇啊？我这说着多可乐这个啊！什么可乐呀、啊？你记住，只有说相声之间才这么说的可乐，解恨你知道吗？这您解恨了，您要压起来了，围、啊、好些人呐、啊！看说什么玩意儿这是啊？哦，这白不呲咧的啊！啊，箭头险胜了啊！我正打着过呀、啊！啊，我别动，我认识这褂子，认识这衣服，就到胯那吧，这俩、啊。哎嗨，翻过来，翻过来，嗯、啊，翻口袋。你这不嘛？你看看，这是身份证哦，玉谦啊，是我的朋友，我认识他啊。完事我谢谢各位 啊，我请大伙吃面条回来啊，谢谢各位啊。干嘛还请客呀、啊？人大伙帮着把你泡起来了 啊，好嘛、哦。剩下的事儿是最为难了。为什么？得给你父亲送信儿去。哦，得报信儿。老头九十的高龄了啊，九十的人了、嗯，老来丧子，人生大不幸，多惨、啊！你父亲从小三岁，嗯、父母双亡。38老伴去世了啊，看看到90了，独生儿子没了，人生三大不幸，嗯，都落到你爸爸身上了。对啊，招你惹你了，明儿俩解释嘛，交朋友嘛，是吧？啊、嗯，我得上家送信儿去，您去吧，谁也不去。为什么？你怎么说啊？90的老头，哎，你儿子死了，光机他也死了，这算谁的？他也回去怎么办？这算谁的？啊 啊！谁也不去。是，到这会儿就瞧出咱们来了。这谁也不顶这雷。我去吧。您来啊。这都办完了，抚恤金拿完了，都办完了，我上家送信儿去吧。哦。到你们家扒窗户一看，啊，哎，叹什么气、啊？我见不了这个。怎么了？真的，人心都是肉长的。啊。90岁的老头了。是。就剩一个人了，你说这玩意儿怎么说呀？怎么过呀？不过老头身体还是不错的，红光满面。一直好，白头发，对对，就是牙都没了，哦，满嘴的牙剩一个牙，哦，哎，这会儿正吃东西呢，啊，还塞牙了，一个牙还塞牙了，他吃藕套牙里头了，嘿，哎呀，就这不忌口就不怎么样，我告诉你们，我心里我不是滋味啊，哎呀，老爷子跟那儿
正涮肉片呢，点了一锅子涮羊肉，羊肉片啊，肥牛，哦，爆肚，啊，鱼丸，是虾丸，蟹肉呀，大虾，嗯，四十多样青菜。我爸爸缺心眼儿是怎么着？三年没见着我了，还这么吃呢？就仗这口吃的呢。啊，我进屋了，老爷子，老爷子您好啊。哎呦，小子你来了，快坐下，啊，快坐下，坐下吧。我说我也是不得不说，不得不讲。你说吧。谦儿没了。哦，三年前拿车撞死了。嗯嗯。你是我的亲爹，以后我管你。啊，老爷子，您别往心里去，咱们好说。嗯。把这虾递我，还吃呢？没染我这茬儿，合着。来，咱爷俩喝一杯，来。可别喝了，老头心宽呢，心宽也不能这么宽呢，这个。啊，吃饱了，喝足了，躺会儿吧，躺会儿吧，躺会儿吧。还睡？睡会儿，一觉醒来下午四点。嗯，哎，你说谦儿怎么着来着，啊？哎，好嘛，刚想起这事儿来。死了？哦，也好，也好，也好，啊，也好，你好。省得给国家添麻烦啊！哎，真想得开。这是人家消防队拿来的抚恤金，嗯，啊，一百块钱，你看看。我就值一百块钱。老头看看这个，咱们这算坑害国家呀！ 啊， 啊，这我找五十。哎，嘿，还不值一百块钱。打这起，我负责照顾你父亲。哦，这老头啊，养老送终，顶丧驾灵，一切都是我的事儿。那是一死一生，嗯，乃见交情。哦，就这么讲，交朋友嘛。好，最讲究的得说是托妻献子，这又怎么讲啊？天儿可是太晚了啊，咱们今天就不说了。别不说，我还经常会回到天津来演出。不用，下一次咱们说这事儿啊。没有，别不提了。可以，你看，干嘛这儿留一扣子呀？没有，今儿就说到这儿了。你解释解释。你很喜欢听吗？我想知道啊。啊，你这样的人不多见呢。那怎么？我求知欲强啊！怎么？真的啊！啊，我想知道这个。呵，你要舍得死，我就舍得埋呀。嗯，什么词儿啊？这是？你都不在乎，我怕什么呀？我啊！我长知识有什么的？我跟你说，这个托妻献子啊，这怎么讲？呵，美死我了！告诉你，哎，你先高什么兴啊？我替你美的。是吗？那您说一说。嗯，就不是现在的于谦了。哦，还是以前。75岁高龄，哦，那是我以后啊。相声泰斗，老艺术家。好好好，每天在街上那儿说相声。对啊，老艺术家了啊！我还在街上说相声，面向人民嘛，剧场不让进啊啊！那主要是剧场不让进了啊，嗯，站在街上给大伙说相声。嗯，哟，这一天说下来啊，给多少钱都有哦，3块的、5块的、10块、8块的，打零钱的都有这儿。很舒服，哦，不为钱多少，有个好身体，就要个心态，是不是啊？嗯，每天在人群里边有一个人看您说相声，老来，哎，这人穿正打扮与众不同，哦，连看了10天，那么长时间，这天演出结束，他过来了，哦，于先生啦，哦，你讲的相声很好听啦，嗯，你得跟他撑着捧着，哎，我得把，你是老艺术家，哎，那是，大爷您抬，哎，哎呦呵。我这范儿太老了，我这范儿75了吗，嗯？就那玩意儿了，知道吗？什么玩意儿啊？讲得很好听啦，啊。我不是你们这里的人呐，啊。您是？我是新加坡的人，华侨，在南洋一带做生意，海外。啊，我有800多亩橡胶林，哎呦，20艘轮船，哎，50个公司啊，大老板，还有7个大银行。是。我很喜欢听你讲相声。好，我马上就要回到新加坡去了。是。我希望带着你一起过去，我一块儿到我那里去讲相声。好啊，每年的酬劳是1000万美金，每年1000万，一共是5年，5000万，5000万美金。哎呀，但是有一个要求啊，嗯，我只是负担你一个人，我一人去，你不可以带家属。哦，愿不愿意？是，听这话你傻了？怎么？1年1000万，5年5000万，多多的钱。你到80岁的时候，你拥有5000万，是啊，你花不完就得死。当然了，啊，嗯，这是多少钱呢？是，你都美疯了，你都啊！哎呀，老爷，老爷，跟人客气吗？啊，我愿意去，愿意去，是愿意去。你想好了，啊，不可以带家属。不可以带家属，这话说到你心腹里了。为什么呢？很为难呢，啊。怎么？老艺术家于先生一生的婚姻不幸福。哦。小的时候家里给定了个娃娃亲。哦。那会儿封建社会，嗯，懂什么呀？是。给孩子定亲。嗯。小姑娘小小子，你们就两口子了。对。那个孩子那年刚5岁。那么小。他懂什么呀？嗯。那个女方才45，是
是46，属马的。这什么属马的呀？啊，太大了，这个是这没法过呀。啊，后来这一生又有两次失败的婚姻，还结过两次。一次是让人家本主给领回去了。还有一个是跟你徒弟结婚了。哎，我周围都什么人呢？我这是，知道吗？啊，一直到75，你这年你认识一个啊，退下来的空姐儿。哎。啊，退下来的空姐儿，漂亮这寸的，知道吗？什么玩意儿啊？讲得很好听啦。嗯，我不是你们这里的人呐、啊。您是？我是新加坡的人，华侨，在南洋一带做生意，海外。啊、我有800多亩橡胶林，哎呦，20艘轮船，哎，50个公司啊，大老板，还有7个大银行。是。我很喜欢听你讲相声。好，我马上就要回到新加坡去了。是。我希望带着你一起过去，我一块儿到我那里去讲相声。好。啊，每年的酬劳是1000万美金。每年1000万？一共是5年。5000万？5000万美金。哎呀，但是有一个要求啊。嗯、我只是负担你一个人，我一人去，你不可以带家属。哦，愿不愿意？是。听这话你傻了？怎么？1年1000万，5年5000万，多多的钱、啊、你到80岁的时候你拥有5000万？是啊。你花不完这死。当然了啊。这是多少钱呢？ 是你都美疯了，你都啊。哎呀，老爷、嗯、老爷跟人客气吗？啊，我愿意去，愿意去，是愿意去。你想好了、啊？不可以带家属，不可以带家属。这话说到你心腹里了。为什么呢？很为难呢、啊。怎么？老艺术家于先生一生的婚姻不幸福。哦。小的时候家里给定了个娃娃亲。哦。那会儿封建社会，嗯、懂什么呀？是给孩子定亲。嗯。小姑娘、小小子，你们就是两口子了。对。那个孩子那年刚5岁。那么小。他懂什么？嗯、啊。那个女方才45，是。是46，属马的。这什么属马的呀？啊，太大了，这个是这没法过呀、啊。啊，后来这一生又有两次失败的婚姻，还结过两次。一次是让人家本主给领回去了。啊啊，还有一个是跟你徒弟结婚了。哎，啊、我周围都什么人呢？我这是，知道吗？啊，一直到75，你这年你认识一个啊，退下来的空姐儿。哎，啊，退下来的空姐儿，这漂亮这寸的大个儿。好不得了啊。哦哦哦，今天白天刚认识了。嗯，空姐喜欢你的相声啊。是是是，跟你去登记结婚。登记结婚、哦、啊，今天晚上演出结束，俩人要一块喝顿喜酒，入洞房了。今儿晚上这会儿这老华侨找你、哦、马上就走。哎呀，你说怎么办？5000万是不能不挣啊。对，可家里怎么办？媳妇儿，这媳妇儿怎么办？嗯，你在中国境内没有亲戚，没有朋友、哦、3亲6故一个知心人都没有。是是，就剩下我这么一个朋友，你说你这媳妇儿托付给谁呢？那就托付给您吧。托付给我你乐意吗？您甭客气了啊！我这什么人都没有了，我不托付你托付谁呀、啊、我。你以为这是好事呢？啊，我担着风险呢。这有什么风险？你说一辈子相声，光相声界你得得罪多少人呢？啊，你走了，大伙儿一复仇，你受得了受不了？嚯、哦啊，我得罪那么些人，我得帮助你啊。嗯，买张票把你送走了。哦，回头上郊区那儿，我租一个小院儿。干嘛呀？这个地儿必须要偏僻，是别人找不着。为什么？前面是河，后边是埂，左边是井，那边是沟啊。给我媳妇搁炮楼里了啊。我拿车呗，他送到这儿来。嗯，关上门锁好了、哦、别人不知道。是，我得照顾他，等到你回来。哎呀，您还真够朋友。费多的心、嗯、花多少钱不说，你得惦记着。那可不嘛，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。是是是，没事开车我就得去。哦，搬蔬菜青菜，塑料袋装的肉。哎呀，米面油酱醋葱、嗯，搁在门口台阶，拿出信封来、嗯、里边2000块钱，顺着门缝、哎、打进去。门缝 您送进去多好。哎呦，我能进去吗？怎么了？他那个年纪，我这个岁数、哦、舌头根子底下压死人，有会说的不会听，跳进黄河洗不清，我得顾全这个。哦，您是要脸面的。那是啊。是是是，钱顺门缝扔进去，啪啪啪一砸门。嗯，嫂子。嗯，我走了。走嘞，我走喽，走啦，走啦，走吧。什么毛病？跟我媳妇这满脸跑眉毛的，你这别人看见吗？别人看见吗？是是，是不是？嗯，
照顾着还得亲切嘛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过些日子又来了，一筐苹果，一筐梨，是各种食品东西都搁这儿。信封掏出来，里边5000块钱，又涨顺门缝进去，送进去。嘿呀呀，你坑死我了你！怎么了？他那个年纪，我这个岁数，折腾根子底下压死人，又会说的不会听的，传扬出去，我这个脸往哪儿搁？我得顾全这个。哎，对对对对，您要脸要脸、嗯，一直就忙活着。到年底我又来了，开车到的这儿啊，往下搬。红果儿、糖墩儿、酸麻糕、酸枣、奶粉、草莓、杏儿、行了行了，喇叭蒜，对对，别往这儿倒腾酸的了啊！啊，怎么个意思？这是我哪知道去啊？人家给写了条了，买什么买什么，我得去啊！哦，他要什么我给你买什么，开胃的零食吗？啊，那当然了，哦，就天天就这么花钱的，花钱无计其数，是是，一直等到5年的头上。哦，5年了，你来信儿了，嗯，5000万到手，我回来了，于老艺术家要回来了，好好好，我得送信儿去，对，这回我不能不进去了，对，您得进去，开车到这儿锁上车，嗯，掏钥匙捅开院门，他有钥匙啊，钥匙扔着，嗯，把这挂了脱下来，扔边上，嗯，坐到炕边倚着那被窝垛，真不客气，哎呀，这日子。腰啊，又酸又疼。哎呦！哎，哎，哎，还喊你了，听见了吗？你媳妇那儿正给孩子喂奶呢。对，都有孩子了。啊，倒杯水就有耳朵没有？嗯，有点热，有点热。嗯，哎，嗯，什么意思啊？我说，嗯。他马上就回来了，哈！你说怎么办吧？哎，你媳妇儿女中豪杰是吗？事已至此，我能怎么办吧？啊，他都豁出去，哎，怎么着怎么着呗，是吧？哼，潘金莲的故事我又没看过，哼啊，什么心眼儿这是？那叫废话啊！那废话，我告诉你，那缺德玩意儿。哦，哎呀，这事闹的，讨厌呢。正说着，门一开，大儿子进来了。俩呀，最可爱，我最喜欢这你最爱人了，是吗？进来，爸爸，哎，还叫爸爸？再叫爸爸，他妈出人命了，你知道吗？是。我告诉你啊，再过个4-5天吧，啊，咱家来串门的。哦，一老头啊，大圆脸，长跟包子似的，啊，鼻一箱都是钱。嗯，你呀。你亏点心啊！啊，你管他叫爸爸，哦，叫对了，爸爸买糖吃，听见了吗？嗯，那小子就不用嘱咐了。怎么？月科的还不会说话啊？好嘛，嗯，都归置完了，那车被他们家仨都拉回来，嗯，收拾屋子准备好了，上机场接你。屋里点一锅子，叫的菜，你坐在上头，你媳妇坐边上，俩孩子一边一个，我坐在下水手，端酒杯一喝，你不得美吗？美，这朋友你不得交吗？交交交交你奶奶孙子我。什么人呢？您这是？哎，您看这叫什么事儿啊？您说这话里话外，您还要这个？我你这个不如我这个，知道吗？哎，我说什么乱七八糟？你干这什么事儿呢？不是你这话可不对啊！怎么不对啊？你同这么些人这儿糟我啊？是我可是一片好心。就你啊？咱们冲灯说话、啊。你冲什么说话也没用。我可不亏心。你还不亏心、啊？为了你，我花了多少钱了？你活该你！我受了多少累了啊？指不定为谁、啊。白天我一天一天的我不进去啊。是晚上你还一晚上一晚上不出来呢？你怎么不说呀、啊？你跟我说这有什么用？不，你这个可就不应该了啊！怎么不应该呀、啊！我交朋友图的是什么？你图的是什么？你说一下。我到最后就图一这个。你哎，我一颗心掏出来给你吃了啊！我不在乎。我落这么一下场，什么好心肠变成驴肝肺、啊。你本身就是驴肝肺。我为了你，我容易吗？你跟我说不着。你走的时候都75了，我也不吃你这情。你回都80了，怎么了？你可别跟我喊，我告诉你啊，我谁也不怕。你干这事儿，除了门口那狗，我没怕过别人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这么说你要这样说不对了，怎么不对了？你回来都80了，80怎么了？你没孩子。我有你什么事儿啊？你老于家就断了根儿了，跟你没关系。人家家死人打翻爆罐一大家子，你这没人管呢。我也不指着你，你撑死腿上弄俩贴饽饽，喊俩狗把你拉出去，你知道吗？那是我的事儿啊！我为了你，我着急费心，我容易吗？我你为谁呀、啊？我为了你呀、啊！你为谁？我还不你这话可就不对了、啊，怎么不对呀、啊？我跟你说，那孩子那是我儿子，怎么着？你儿子。
是我的孩子，啊，我怕你发丝无后，你八十了，你有那个心，你还有那个力吗？你想的还真周到。你净剩守着5000万，你坐那儿哭了你？啊，我是除了交朋友，我孩子多，我给你俩。啊啊啊！你二话没说，连打带骂呀！嗨，你那心都搁在嘎吱窝了。哎呀，啊，不，我图什么许的？我是我死在那儿！我哎呀呀呀！别！别站住！没有！别站住！别看我了，看我了啊！我错了！我错了还不行吗？我你没有这样的，是我错了。那孩子是我的，我知道，你媳妇儿生的。哎呀，还一样。感谢各位啊，大伙儿愿意听，我们就多说一点。是，相声是四门功课。说学逗唱，对，这些个题材都是哪儿来的呢？嗯，都是从民间来的，生活的很多都是真事儿。嗯，那么今天后台有个演员叫李菁。哎，对，要说李菁，李菁是一个很可乐的人。嗯，不光他可乐，他的亲戚，我觉得都可乐。亲戚又找你了？什么叫招呼？不是，您瞧这意思，您别拴对啊。啊。介绍一下，李菁有一个表妹。我有表妹，长得漂亮，好看，真好看。是，也就那么高吧。哎，这么高，20多了，好嘛，侏儒，知道吗？穿着高跟鞋，垫着脚，能走到夏利底下去。嘿，递了牌子，整个一个齁寒碜。嗯，啊，给寒碜搁在车上。嗯，忒寒碜了。嗨，门口上夜班的，嗯，都找他要张相片儿，干嘛呀？壮胆儿。嘿，他那照片贴在门上辟邪，嗯，贴在床上避孕。哎，哎呀，您这话太损了，知道吗？嗯，97年香港回归，嗯，区里边出人找他们，干嘛？这闺女一天别让出门啊。为什么英国人看见一犯病再不给了？不至于啊，知道吗？不至于。我们出去演出，李菁还带着他呢。啊，带着出去玩去，哪儿都去。哦，带着有回上养猪场去玩去。是啊，一进门，人家厂长过来给这闺女脸上拴一根红线儿，干嘛？怕跟猪掺和了分不出来。哎呀，一个模样了，这都挺寒碜的，你看。这么大了也没人要他，没结婚，你谁要他呀？哦，是不是？他也一天到晚满街上找，谁会娶我呀？我找对象，谁会要我呀？自己找，我嫁给谁呀？哼，没有，嗯，没人要他啊。嗯，那天出去一玩，2天没回来。哟，别人家的闺女说没结婚的那个，2天没回来得急坏了。是，他这也没事儿，他2天没回来，他爸爸作家也着急。哦。不定谁家小小子又倒霉了啊！替人小小子担心呢，听着吗？啊，走到郊区，月黑风高，哦，来片云彩把月亮挡住了，彻底黑了。打那边来4个流氓，啊，惨无人道的把他侮辱了。嗨，一会儿的功夫，月亮露出来了，这4个一看，嗯，都奔派出所自首去了。啊，就这么大的厉害，就这么好看哦。他一回来，全胡同家家买红粉皮吃面条，哼，上他们家道喜去。干嘛呀？人间自有真情在。哎呀，这是一种福利，是吧？什么福利？打这儿起，他上了瘾了啊！满处问，哎，你知道哪儿还有流氓吗？那嗨，有打听这个的吗？啊，跑到看守所啊。有人告诉他说，看守所那关着净是流氓。是啊，砸人家看守所的大门。嗯，让我进去。嗯，让我进去。是，流氓跟里面都喊，让我们出去吧。哎呀，嗨，追着跑啊，这是啊，都怕这个。嗯嗯嗯，自个儿又打一车奔那地儿，受侮辱那地儿又去了。啊，等着，这是当初我获得幸福的地方。哎呀呵，不知道好歹了，老天爷要是可怜我，啊，给我几个流氓吧。哎，盼什么都有。嗯，正等着呢，有打那边来辆车，嗯，
车里边下来俩小子，哦，坏人哟，这是有打东北那边来一个犯罪团伙集团，三个人，嗯，杀人放火，绑架小孩，无恶不作。哎呀，这个首领在家待着，嗯，这俩小子出来开着车满处找小孩，嗯，拿麻袋套上弄回去了，绑架。这会儿公俩想结个手，嗯，麻袋扔在车底下，转身方便去了，嗯，他一瞧，咦，干嘛？那是个办法啊！什么办法？拿过麻袋，哭嚓就套上了，自己给自己套上了。这俩一回来，哟。什么年头啊，嗯，买卖越来越好干了。是买卖吗？这个这事儿闹的太好看了。嗯嗯嗯，捆上吧，袋子口捆上了，哦，搭在车上往回一走，嗯，这头正等着呢，今儿怎么回来这么早啊，嗯，啊，今儿您看看有自投罗网的，嗯，啊，带了一个您看看吧，嗯，这头走到跟前看看吧，嗯，这头最坏，怎么七岁杀了爹，十二岁杀了妈，十五岁自灭满文，太狠，没有人性。嗯，看他看了五分钟，怎么样？眼泪下来了，哭了。大姐，嗯，我想这是一个误会。嘿，这好嘛，这成误会了。人的一生难免要受一些个挫折，嗯，谁都有犯错误的时候。我希望你能够原谅我们。哦，我一会儿送他们俩投案自首。嗯，我找个地儿上班去。啊，我这有几个戒指，给您。给他了。这兜子钱是昨天我们绑架拿来的。嚯，谢谢你，嗯，大姐，我们一定要改过自新。嘿，表决心的。您回去吧。啊，门儿也没有啊。啊，他还不干呢。你们落到我手里了。哎呀，好嘛。咱们四个人结婚，四个人。大姐，嗯，你这个要求实在是太过分。哎呀，你可以杀了我，嗯，你不可以侮辱我。哦，我想天下没有过不去的桥。是是，有话好商量，你何必说这么绝的话呢？嗯，那不行。嗯，我就跟你们仨结婚。哎呀，你提个条件吧。嗯，你说，你让我杀个人家也行，怎么都行。哦，你说我。这咱们几人结婚？啊，结婚！咱四人结婚，非结婚不可。哎，你这叫啊，哼，逮着蛤蟆钻出团粉来呀！哎呀，什么词儿都想起来了。哎，你过来。啊，你娶的。啊，这掏出枪来，啪！我去，这就死一位呀，啊！好嘛，太厉害了！你看看啊，血淋淋的现实。是是是。你过来，啊，这个把刀掏出来了。你再说啊，你再说啊，我蹬你脸血。哎，好嘛，你别闹，别闹，别闹，别闹。哎，那地儿你还认识吗？啊，我认识。来车上去，干嘛？来车上去，给他送过去，送过去，送过去。拉到原来地儿。来出来，给装车上。啊，这头开着车，是，后边看着他。嗯，来了那地儿，踩刹车。嗯，点根烟，还抽。大姐。下车吧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好嘛，雨过地皮湿，嗯，给我一个重新创造自我的机会吧。你这给愁的，我不啊，我跟你们俩结婚，好嘛，少一位，报应啊！哎呀，全想起来了，哎。我这是报应啊，嗯嗯，现世现报，何等来生啊，嗯嗯嗯，你下车，是我不，哦，我就不走，这非留着，我跟你结婚，好，还结婚怎么办？嗯，啊，车不要了，咱走。哎呀，哈哈。